浪漫爱情韩剧《低谷医生》由朴信惠、朴炯植主演，预计在2024年1月27日首播。朱彦群的剧本研读照近期也公开了。受到各界关注的是，这是朴信惠在结婚生子后，时隔两年第一部回归的作品，让粉丝们相当期待。这也是朴信惠与朴炯植继韩剧《继承者们》之后再度合作。《低谷医生》剧情讲述朴信惠与朴炯植在高中时期曾为了争夺全校第一展开激烈竞争，两人医学院毕业成为医生后，反而双双陷入低谷。朴炯植表示，这是时隔很久再次出演的浪漫爱情喜剧，所以心情很紧张、激动、兴奋。能和朴信惠再次合作也非常开心。朴信惠也说，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低谷，希望能藉由这次的角色，向生活感到疲惫的人们传达慰藉。制作方也请大家期待朴信惠和朴炯植与众不同的重逢，绽放的罗曼史将带来心动和温暖的共鸣。